石锅烧肉拌饭的做法步骤。一、菠菜、豆芽。二、彩椒。三、泡菜。四、五花肉。五、除菠菜、豆芽、金针菇外，其他配菜切丝备用。六、五花肉放锅热水烫后切片。七、锅内热油爆香姜蒜，加入洋葱、香菇、五花肉。八、小火炒到肉有油出，加生抽、辣酱、米酒、高汤、汤浓稠成稀。九、锅烧水分别将所有菜烫后备用，加少许盐与香油。十、石锅内抹一层香油铺好饭。十一、将煮肉汁浇在饭上。十二、另起锅煎蛋，先将肉与泡菜码在饭上后，为了摆地好看，再放其他菜，最后蛋放中间。十三、加热石锅有滋滋声就可以，最后撒上熟芝麻。使用的厨具：炒锅。